公主的漫漫回家路。公主大人回家。还有一个办法。闭嘴！本公主不想再听你说。哎呀，试试，或许这个办法有用呢。今日都说了多少个或许了，有一个有用吗？没关系，为了能送公主大人回家，这过程坎坷点就坎坷点吧。说。一般快穿小说的男主被女主深情一吻就送回去了，要不我勉为其难，不是公主大人您屈尊降贵，跟我试试。这个法子无用，试都没试，你怎么知道没用？本公主说没用就没用，在下不然。要你掐死我吧，我真想不出来了。我除非游戏公司亲自来审出，不然我也没有办法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有办法了。上一句。上一句啊，除非游戏公司亲自来审。你不会要去劫持游戏公司的老板吧？我们这是法治社会，犯了法是要被警察说说，也就是你们那儿的衙门抓走的。闭嘴！公主大人，我知道您武功盖世，但是寡不敌众啊。明白，我再说就要被咔嚓，我这就呜呜。麻烦，去。是。说话。你是让我去说？大哥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是这样，我哥就是。那边那位男生，他特别喜欢贵公司游戏里的一个角色，这 cos 入戏太深，人魔怔了。其实不知道咋回事，非让我带他来这修改游戏结局。你哥病得不轻啊，但这事儿肯定不行，是吧？这游戏公司怎么可能根据个人喜好去修改人物结局？我哥这脑子烧坏了，我解释什么他也听不懂啊，固执得很。但是咱们这做家属的也是担心，万一他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儿，对哥公司影响也不好，是吧？说吧，我该怎么帮你？我们没有预约是不可能让你进的，除非有特邀。他的意思是没有邀请是进不去的。要不咱们还是放弃吧。这还不好办啊。公主大人，要不是我，你刚刚就被抓走了，下次不许再这么冲动了。若非你，本公主刚刚就进去了。那几个蝼蚁本公主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是是是，刚刚是我贪生怕死，
阻碍了公主大人的英勇无双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没有邀请是不能进的，不能进。真的是你怎么不听劝啊？来人了，快点报警了！哎，等一下！哎呀，公主大人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油腔滑调，你的小命在我手里，再敢耍花招就……思索陆一婷，知道就好。哎，真不能硬闯。到时候游戏公司没进去，咱俩都得搭进去。你更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看一下，给我吧。我有办法了，四爷，我有办法了。你叫本公主什么？公主大人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等会儿吃饭跟你说。现在说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再着急也得边吃边说。这都到饭点了。本公主不饿。你看。脾气还挺大。十二光年星元设计大赛，重点回家。本公主能否回去，要系在这个比赛上。这是目前名正言顺修改结局的办法。本公主凭什么相信你一定夺得头筹？我是启明计划里最优秀的学生，我去有很大几率能赢。而且现在又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只能选择相信我。如果这次还办不到，你就任凭公主大人处置。本公主乏了，你好好准备比赛。你不能睡那儿，那是我的房间。你不能睡那儿。从今日起，这就是本公主的房间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开！那我今天睡哪儿？温小姐，你是想和本公主一起睡？倒是没想到温小姐如此热情。虽然，看哪儿呢？我消失。蠢女人想了一日办法，想到本公主肚子都饿了。猥琐，本能也是百丈。被海水吞没，你如同